其实内分泌或是新陈代谢的生长激素都看不到。或者说我们把它定义上用力故意的，你说我直接到扎针是一个激素的，那外伤是你打不了激素的。像那个肘啊，那个什么，对，你看，哎呀，好，哎，或者将换一个话语来讲说，哎，看起来，你长久，故意的把那个脉络给练习出来。